宝山总队日前接获线报，与航警局、士林宪兵队、台北市、台中市警局及海巡署、移民署及各县市财政局共组专案小组，追查民间代购公司某某月货本铺，诚信负责人伙同大陆籍及日本籍人士，涉嫌假借代购日本商品名义，实则私下进口未经我国核准允许之电子加热烟入境非法贩售。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，分多路依法搜索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台南及高雄等22处，合计扣得疑似不法所得现金约新台币700余万元，加热烟合计138000余包，电子烟加热器220台等证物，带回包括大陆籍一名、日本籍2名在内之犯嫌共7人。全案依违反惩治走私条例及烟酒管理法输入私烟等罪嫌，移送士林地检侦办。